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收看阿丸公经济，我是国立中央大学气管系的教师佘建元。我们今天这一讲呢，一样要继续来讨论市场均衡分析，一样来讨论市场均衡分析。我们在这个 part 的讲课里面呢，我们有提到第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市场均衡。我们有说到说，经济学家呢，一般呢会把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交易价格跟交易量呢当成是市场均衡的结果哦。可是我们有说到说，每天这个交易价格、交易量都变变动动、上上下下变动，我们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会觉得这个是呢市场均衡变动的结果。那市场均衡为什么会变动？我们在讲市场均衡那个部分的时候，谈到市场均衡为什么会变动？市场均衡理论上是没有外力来干扰的情况下，买卖双方都没有意愿改变他们行为，所以他们是不会变动的。那它变动的来源是什么呢？当然是来自于有外力干扰了。所以我们就说，有各种外力在干扰的时候呢，你会拉动这个供给线或需求线，导致市场均衡的变动。所以我们说，我们每经济学家觉得你常常你每天或每个月看到这个市场均衡，这个交易价格变动，都是市场均衡变动结果，都是来自于外力其他因素变动的结果。我们讲了。已经讲了，陆续讲了几种其他因素哈。我们在前讲的时候有讲到那个对市场，对市场价格对的预期的变动，那我们也提到说这个在生产上的替代产品的变动。那在这一讲中呢，我们要来谈税收，讲政府呢，怎么透过这个交易税来影响市场均衡的变动，来影响市场均衡。前阵子呢，我们有在台湾的社会上有一个讨论，就是科奢侈税的问题。有在说，因为社会大众，很多人对这个，很多人买卖房子，不是生产，那透过卖房子、卖好地段的房子、卖豪宅就赚大钱，感到非常不满。你看，平常其他人呢，像我们，大家都要兢兢业业，来努力的去赚钱，这些人卖房子就赚到钱，大家就很不满。不满的话，就觉得说，要给他们科奢侈税。而且也希望透过科奢侈税呢来抑制房价上涨。那我们这边呢就要来讨论说，我们科奢侈税呢，前阵子的讨论里面，科奢侈税是不是真的能够抑制房价上涨？好，我们来看到这个新闻嘛，那时候大家很不爽啊，就是说，要苛征奢侈税，要苛征这个奢侈税，要苛征奢侈税，所以背景就如同我刚刚讲，我想大家也很熟悉啦，在今年是2019年嘛，拍摄的时候是2019年，那在前几年2012年或是更早2011年那阵子的时候，台湾房价在飙涨。那飙涨的时候呢，很多社会大众就对这些房屋卖家不是生产却能因卖出豪宅赚进大笔钞票感到不满。而且也希望说，你卖这个豪宅赚那么多钱，那我就应该把你这个所谓的不劳而获的所得拿一点回来到国库嘛，所以就希望藉由奢侈税呢，就很多人就这样觉得说，我们希望藉由奢侈税让这些卖家的部分所得能够收入国库，以为社会公平，很多人有这样的看法。而且也希望说，我在苛这奢侈税，因为房价在飙涨，然后很多一般普罗大众就觉得房价飙涨，然后买不到房子会不满，就希望能够政府抑制房价。那抑制房价其中就有人建议说，不然你苛奢侈税好了，因为这些房屋的卖家卖了房子赚一大堆钱，然后把他的这些一些钱拿走，看看苛奢侈税抑制他们这样炒作，然后抑制他们炒作能不能就是说把房价打下去，然后他们就觉得这个能够抑制炒作嘛，他们就在炒作房价，然后那苛奢侈税看能不能把房价打下去，房价打下去。所以后来呢，政府就依据这个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里面科一个这个奢侈税。那当然不只针对房屋啦，还包括其他种奢侈品，然后那可是里面最常被人家谈到就是房屋，尤其是所谓的豪宅所以政府就根据这个特种货物及劳务税条例，针对房屋的卖家，如果卖出他们卖的时候呢，是只卖出这个持有仅两年内的非自用住宅也就是说，这个房屋的卖家呢，有人就是买了，那马上就卖出去，买了马上就卖出去，一直在快速的在买卖，然后快速在买卖，所以就不要让你这样快速在买卖，不要让你纯粹就是靠卖房子在赚钱，买房子，然后一年内呢，就把它再卖出去，靠这个卖房子赚钱的，大家不喜欢，那里面这个税务条例就定了这个东西，这个条例就是针对房屋的卖家，如果你卖出这个，你上次买进来到卖出之间持有不到两年。
那也不是非自用住宅哦，就一点就是你卖房子就要来炒房地产的嘛，哦，非自用住宅。然后对他的这个什么房屋依照交易价格额外课征 10% 到 15% 的奢侈税哦，就是依照呢这个房屋的交易价格额外课征 10% 到 15% 的奢侈税哦，也就是说它是一种交易税哦。他们如果买到房子，这些卖家哦，这些炒房的人呢，买到房子，然后在两年内把它卖出去哦，他有交易哦，我就跟着他的交易来课税；如果他没有交易呢，我就不用课税哦。所以这是一种交易税，有交易才会有税收哦，才会跟你课税哦，交易才会想办法伤害你，然后有交易才会伤害你，然后有交易才会伤害，他没有交易他就不会伤害你，然后没交易就没有伤害哦。好，那课征奢侈税呢，还有一个目的哦，我说哦，除了这个把卖家部分收入收进来后，也希望能够抑制房价，也希望能抑制房价。那我们在这边呢，就要来讨论这个事情，这个奢侈税实施以后呢，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打房的效果，就是抑制房价的效果。另外是说，是不是政府真的能够把这个卖家的收入减少，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个卖家的收入呢，奢侈税课多少，我就把他的收入呢完全拿过来。比方他卖房子哦，不劳而获赚了2000万，我课奢侈税2000万，就把这2000万全部拿回来，看看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这样的效果哦。他多赚2000万，我就把他这个多赚的2000万的全部用奢侈税把它拿回来，看看能不能真的做到这件事情哦。这个实务上呢哦，要讨论这个实际的那个工具院呢，可能比较复杂哦，因为可能这个不是直线，然后我们用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来想哦，想象这个供给线跟需求线都是直线啊，这样大家比较好计算。哦，我们现在就为了要理解这个事情呢，我们用了一个想象的例子来谈哦。假设有一个商品的市场哦，可能是我刚刚讲的房屋的市场哦。然后我说呢，为了简化，我们把这个需求线跟供给线当成直线哦。所以我们说，假设这个需求函数呢是这个样子，长这个样子，2Q 等于负 P 加175哦，直线，这样大家比较好讨论哦，比较好计算。不然如果不是用实际上的例子哈，可能供给需求线都不是直线哦，大概剩在灰体哦。好，那供给函数是这个样子 ，Q 等于2P 减10哦，供给线 2P 减10哦，两个都是直线哦。然后呢，我们先找出他们的交点哦，交点哦，需求线是这个样子哦 ，Q 2Q 等于负 P 加175，供给线是这个样子 ，Q 等于 2P 减10哦，找出它的焦点，他们的焦点就是市场均衡点哦。所以我们怎么找出焦点呢？联立求解哦，这个联立方程式求解，这个相信大家在国中都学过哦。所以联立方程式求解，解出呢这个均衡市场均衡的时候，价格等于39，均衡的交易量呢是68，均衡的交易量是68，所以这一点呢是哦，这个 P 等于39 ，Q 等于68哈 ，Q 哈横轴是68 ，P 价格等于39。哦，所以此时市场均衡价格是39，均衡交易量是68，然后在这一点上面呢，可以去算出这一点需求线上的价格弹性哦，需求弹性是-0.29哦。忘记需求弹性怎么算的人呢，可以去看那个需求的那一 part 里面呢，我们有讲需求弹性的公式哦。你就是把这一点的斜率哦，跟这一点的这个 PQ 都找出来，然后带入那个公式，你就可以算得出来，这个时候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需求的价格弹性是-0.29，为什么要标这个东西呢？哦，等一下我们要来讨论那个，讨论到底课奢侈税能不能把那个什么卖家的这个什么收入全部拿回来？我们会用到这个东西，哦，我会用到这个概念，会用到这个，所以我们先把它摆下来。需求的弹性是-0.29，-0.29不是一个太，就是它的这个绝对值哈，不是一个太大的数字，基本上算是比较小的数字哈，比较小的一个数字。哦，所以这个是市场均衡。哦，那我现在说，哦，今天政府呢欲对此商品课交易税，哦，税率是 20%。为什么讲交易税呢？我刚刚说这个奢侈税是什么？它是交易税的一种，因为它是怎么课？它是针对哦这个房屋的卖家，如果他持有仅两年内，哦，持有仅两年内，然后他就把它卖出，然后会针对这个房屋的交易呢？哦，针对房屋的交易呢，哦，针对它的交易，然后根据它的交易价格课 10% 到 15% 的税。哦，所以我说没有交易就不会被伤害到。如果你有交易的话呢，哦，你有交易的话呢，哦，就会被政府课税。哦，你有交易的话呢，你卖出嘛，持有两年内，哦，如果你持有这个房屋啊，持有不到两年，你把它卖出去了，你卖出去
哦，才会被课税。如果你没有卖啊，没有交易就没有伤害哦，卖出去才会被课税。所以这是一种交易税，交易税是有交易的时候呢才会发生哦，才会发生这个税收，好、哦，才会发生这个税务。所以我们说呢，这是一种交易税。那我们今天呢，哦，就用这个例子来谈科奢侈税科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这是一种交易税，然后呢。10%到15% 不好算，所以我们就假设这个税率是 20%、哦、税率是 20%， 那我们就来说，如果今天政府对此商品科 20% 的交易税，请问对这个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请问对这个市场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哦、首先你可以这样来想、哦、政府呢现在对这个交易呢科 20% 的交易税、哦、经政府收交易价的 20% 为税、啊、也就是呢这个税呢、哦这个本来的价格是 39, 对不对啊，如果你要课税课 20% 的税的话呢，税收会变成多少？这个税会是 7.8, 哦，税会是 7.8, 啊，如果加上税的话呢，哦，税后的价格是 46.8, 哦，税后的价格是 46.8, 哦，也就是说本来交易价是 39, 课 20% 的税 ,20% 的税税是 7.8, 哦，税是 7.8, 哦，这是交易税。那这个税怎么课呢？奢侈税怎么课税的？是针对卖家科的嘛，对不对？卖家如果卖出持有不到两年的非自用住宅，哦、不是他自己住的，那买房子呢，买了不到两年就把它卖出去，看起来就是一脸要炒房的样子，哦、非常可恶。所以我就跟他收税，哦、你把房子卖出去，我就根据你的这个交易价格，哦、你卖这个东西啊，不劳而获、哦，赚了一堆钱，我就跟你、哦、收税、哦，收税。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奢侈税嘛，你卖出去，我就跟你课税，课回来，把你这个。多赚的我们讲不劳而获的东西缴交国库、哦、所以是一种交易税跟卖家收、哦、所以现在政府呢收这个例子我们说在这个例子里面收 20% 的交易税，然后这个 7.8 呢我去跟卖家收、哦、政府就去跟卖家收、哦、跟卖家收，所以呢税后价格是 46.8 啦，如果加上税收以后呢、哦、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卖家，政府跟你说我看你很不爽赚、哦、39元哦，39元的价格哦，可能里面有一些是你的怎么样？你的所谓不劳而获支出，然后说，20% 你的收入的每单位，你卖出一单位赚39块，里面有20%哦，7.8的钱，我要把你收回来。你是卖家，你觉得你会乖乖的缴7.8的税给政府吗？你本来一单位赚39块啊，你就把这个什么，你就拿7.8块出去给政府，你觉得你会乖乖这样想吗？如果你是想赚大钱的厂商，一般厂商在政府在那个什么市场里面都是想发大财嘛，利润极大化，你会怎么想？第一个事情，政府跟我收7.8的税，想办法把它转嫁给消费者啊，对不对？一般的厂商想的一定是这个事情啊，对，转嫁给消费者啊，所以本来是39块。今天政府要来跟我收 20%， 就是说哎、欸、我看你很不爽、哦、不劳而获、哦啊、我就跟你39块收了没，但我跟你拿 7.8、哦、7.8 缴给我。卖家会怎么想？卖家会说啊，我把 7.8 转嫁给消费者好。什么叫转嫁给消费者？就是税后价格啦，就是我刚刚在暗示各位的、哦、本来是39块钱，现在政府跟我课 20% 的税。加上去变成 46.8, 说啊，因为政府要跟我课税，所以现在这个东西的价格变成 46.8 了、哦、你要不要买帮、哦、我出点税的钱吧、哦、身为一般的卖家会这样想。所以、欸、就垫高 20% 了、哦、垫高 20% 上去，通常是 20%, 不会是自己里面口袋39块里面拿 7.8 块出来，会想办法先把它垫高出去嘛。可是你觉得买家是不是笨蛋？买家是不是笨蛋？买家也不会啊，你现在把价格弄高了，我一定也会说买你啦，在政府跟你收钱全部都把它转嫁给我，你自己也要出一点吧，对不对？你要出一点吧。啊，在这个供需线上面怎么看呢？哦，供需线上就是看说哦，业者哦想要把这个 7.8 呢叫消费者来出，所以就表示价格会上升嘛。价格上升，我们说需求线是负斜率的，当价格上升的时候，买方的购买意愿会下跌。哦，买方的购买意愿会下跌啊，所以这个交易量还有没有可能是 68? 不会，如果你价格涨到 46.8, 一定会觉得你可不可以搞到 K 给我都不买买、哦、我都不买买、哦、不买，所以买方的那个购买意愿就会下跌啊。啊，卖方如果还是想要越卖68的话，你就会看到有这个超额供给。哦，你就会看到有这个超额供给嘛，价格增加造成超额供给。
所以厂商也要妥协啦，吼，美赛公哦 7.8 全部都叫消费者来出，哦，人就不买买嘛，吼，不买最大，不买最大，所以就有超额供给就开始降降。那到底能够降多少，就看这个新的均衡点在哪里，哦，看新的均衡点在哪里。所以由此可知呢，厂方也不能够把所有税负转嫁给买方啦，厂商也不能把所有税负转嫁给买方啦，吼，卖家一定会想到把税转给买方，消费者不会平白无故接受这个事情啊，哦，啊怎么样，多少能够转多少呢，就看新的均衡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就要把新的均衡点算出来啊，算新的均衡点之前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供给线会怎么样的上移。我们刚刚说政府收交易价的 20% 为税，哦，然后考虑税收以后呢，本来的供给线呢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本来的供给线是底下这条，哦，S， 然后现在呢政府说，诶，我要跟你收 20% 的税，只要你卖出一单位呢，我就跟你收这个价格的 20% 当成税收。所以呢你就想象刚才的那个例子，厂商呢第一件事情就像啊，税收全部转给你，哦，转给买家啦，哦，税收全部转给买家。所以你就把供给线呢，哦，这个价格呢，原来这个价格往上乘 20%， 哦，往上应该不是这样讲，往乘上一加 20% 啊，就往上加 20%， 然后这样讲比较精确，往上加 20%， 所以就乘上原来的一加 20%， 所以本来我们的供给线是长这个样子 ，P 等于二分之一 Q 加5，然后现在就乘上一加 0.2， 哦，这个是原来的嘛，然后这个是 20% 嘛，哦，你就想说厂商要把税全部转给消费者，所以供给线会上移。会上移，就是乘上一加上 20%， 哦，一加上 20% 得到新的供给线。那我说要看看能够转多少税到消费者，要看新的均衡点，所以我们就要接下来算新的均衡点，哦，算新的均衡点，哦，所以我们就把供给线呢，哦，把这个拆开，得到新的供给线变成五分之三 Q 加上六，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算均衡点，所以新的这个供给线呢变成 P， 哦，注记 X 表示这是税后的。然后等五分之三 Q 加上六，然后一样连利求解，本来的需求件叫做负二 Q 加上175 P 等于负二 Q 加上175，所以连利求解得到这个时候的价格呢是45，哦，然后 Q 呢是65，也就是新的均衡点呢，哦，哦，新的均衡点呢，哦，还是会有些人要退出啦，哦，还是有些人会退出，哦，就不买了，哦，所以新的均衡呢交易量呢到65这里。然后价格呢，哦，到了45，哦，那不要忘记这个新的均衡的这个价格在这里，这个叫做含税价格，哦，哦，这个叫做含税价格，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哦，买家是用45块钱去买到，本来用39块买嘛，现在用到45块再买，所以你就知道说里面有些是怎么样帮厂商负担这个税收了，哦，帮厂商负担这个税收，然后，哦，那这个含税价格是45，所以我们可以去算啊，虽然说那个未税价是多少吗，哦，所以就是什么倒回去算啦，啊，哦，倒回去算乘以六分之五啦，哦，乘以六分之五就回去算那个未税价，未税价是 37.5， 哦，未税价是 37.5， 所以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未税价是 37.5， 那里面呢有 7.5 的税，那 7.5 的税里面呢消费者本来买这个东西只要用39块，想象你是那个还会继续买的人，本来你付这个东西只要39块，政府收到课税后呢，哇，你多付了多少钱呢，六块钱的税，到了新的含税价格是45，多付6元的税。厂商呢，本来他收是收多少？本来收是收39块钱，现在呢，他收37.5块钱。哦，所以原先是39，哦，数量是68，现在新的价格是45，哦，数量是65，所以7.5元的是税，那有6元呢是转嫁给买方，厂商自行吸收 1.5， 本来厂商收39元，现在收 37.5元，也就是 1.5 元的税是他自己吸收，大多数的税6块钱的税是转给买方，其实转的还不少啦，其实转的还不少啦，所以我们说原本厂商每单位可得营收39元，现在价格提到45元后，每单位营收变成 37.5元，然后啊自己吸收 1.5 元的税，总共税收是多少？ 7.5 块钱嘛，哦，总共税收是 7.5 块钱啊，自己吸收 1.5， 另外6元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哦，全部转嫁给消费者，哦，很像还不少，哦，很像还不少，哦，所以把这个部分税移转到买方负担呢，哦，这件事情呢我们称之为租税转价，这件事情称之为租税转价，哦 ，tax shifting， 哦 ，tax shifting， 这件事情叫租税转价，哦，租税转价，
哦，所以你可以从这故事，你可以看到什么呢？你可以看到说，哎，政府科这个奢侈税，哦，在这个地方科这个奢侈税交易税的一种，哦，真的能够完全的把这个什么，把这个卖方赚到这些钱，你看到很不爽，你要把它收回来，你真的能够完全减少它的，你真的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的这个什么，把它的得到额外的钱，把它收到国库里面吗？很像很有部分的税呢，是其实是买家在负担的，然后很多情况下是买家会负担的哦，所以其实你有点是没错，你可能减少让他减少的收入。我们刚刚这个例子嘛，每单位本来39，变成现在每单位37.5，你减少，可是在这个 case 里面，大多数的钱呢是买家在担的哦，其实是买家在担，被租税转嫁掉哦，被租税转嫁掉后，买方在担的哦，啊，担的金额还有点多哦，7.5里面呢6元是他担的。那我们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其实是跟一件事情有关系哦。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这个样子，本来的需求线是长这个样子，供给线是长这个样子，然后本来的均衡点在这里，为什么会到一个这个比较高的价格？因为本来的这个供给线是比较陡的嘛。你今天可以想象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什么呢？如果哦，sorry，我刚刚讲错，需求线比较陡，需求线比较陡哦，需求线比较陡，所以到一个比较高的价格。你可以想象另外一个例子，如果今天呢这个需求线是比较平坦。需求线如果是比较平坦的例子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厂商如果要想要把税转嫁给哦买家哦供给线外移，当需求线比较陡的时候呢，当需求线比较陡的时候呢，税后的均衡价格会比较高。可是呢，如果需求线比较平坦的时候呢，税后的均衡价格会比较低。所以如果这个需求线比较平坦的时候呢，税后均衡价格比较低，这就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说厂商没有办法转嫁大部分的税给消费者。哦，我们刚刚的 case 是比较陡嘛，所以7.5元的税，他转了6元给消费者啊。这个比较陡、比较平坦是什么意思？我们说这个呢，跟这个均衡点呢，哦，你可以用另外的概念来理解它，跟均衡点上面的均衡点上的价格需求的价格弹性有关系哦，就跟原均衡点上面价格和需求价格弹性值的大小有关系。我们说，原来在这个比较陡的这个需求线上面呢，它那个需求价格弹性的值是比较小的。需求价格弹性值比较小，表示什么意思？哦，我们在弹性的那一讲有提过，表示说呢，当价格上涨1% 的时候呢，哦，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比较小，表示当价格上涨1% 的时候呢，消费者需求线是负斜率的，所以价格上涨，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一定会下跌。可是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比较小，表示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下跌的比较少，表示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比较低哦，比较低。你价格涨了，他还是会来买。而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比较大，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这个需求线比较平坦，比较平坦，表示消费者对价格比较敏感。当你涨价的时候呢，他们需求量的变动会比较大，他们购买意愿的减少会比较多。所以你现在想想看，这个例子其实非常直观。如果今天消费者对价格不敏感，对这个产品的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比较小，表示说你涨价，他还是会跟你买哦，他意愿变动情况比较小。如此一来，厂商是不是比较容易把租税转嫁给消费者？反正涨价你还是会买嘛，对不对？你需求价格弹性值比较小，所以我就把大部分的税转给你啊。所以在原先这个需求线比较陡 case 的时候，你就看到消费者承接了7.5块税，他承接了6块的税。可是呢，如果今天这个需求线比较平坦，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值呢是比较大，厂商呢，哦，这个消费者呢对这个产品的价格比较敏感，那厂商就不敢把大多数的税转给他。如果我要把税转给消费者，消费者说啊，我都不会被不买最大哦，不买最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厂商就只得自行吸收这个税哦，自行吸收这个税，所以租税转嫁的程度哦，能够转多少税给消费者，让消费者来负担，看在原来这个均衡点上面呢，你看这个需求线是比较陡还是比较平坦啊？也就是说，看原来这个在原来这个均衡点这两条线哦，他们的 P 乘以 Q，原来均衡点那个 P 乘以 Q 都一样嘛，所以我们就可以看那个斜率哦，原来在这个点上面需求的价格弹性值比较小的哦。厂商比较不敢把税转太多过去。如果是比较，把 sorry 我讲错，比较陡的哦，比较陡的哦，需求线比较陡的厂商比较敢把大部分的税转给消费者。比较平坦的呢，比较平坦的呢，厂商就比较不敢把大部分的税转过去，因为你一转过去不买最大，人家就不买，所以这时候比较平坦的需求价格弹性值比较大的呢。
厂商就只好自行吸收税负哦，自行吸收税负。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租税转嫁程度要看原均衡点上价格弹性值的大小。所以回到我们刚刚前面奢侈税的那个例子哦，你对这些卖豪宅的人很不爽，你说我要扣奢侈税，奢侈税是交税一种，要把他的税呢都要把他不劳而获的所得都收入国库，可是很有可能，如果大家在这个豪宅买豪宅，这个买气很旺。或者说买豪宅的这个买豪宅的这个对豪宅这个需求的这个需求的价格需求的这个价格弹性的值很小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卖家就把大多数的税都转给什么？转给买家哦，转给买家啊。如果今天是说，哎，你涨价我就不买了，那这时候呢，这个豪宅的卖方呢，就卖炒房的人就只好自行吸收税负了。所以其实到底是不是真的课奢侈税之后，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把这些什么？豪宅的房子的炒家把他的这个我们说不劳而获所得都拿走，其实还是要看这个市场长什么样子，需求长什么样，看他能不能成功的把租税转嫁到给买方哦，转嫁给买方哦，所以这就之前很有人在说哦，说这个奢侈税磕下去呢，可能最后是买家在负担，不是卖家在负担哦，不是卖家在负担。那奢侈税真的可以抑制房价吗？哦，我们刚刚看这个例子，这是交易税嘛，磕下去以后结果是什么？房价是上涨还是下跌？是上涨的啊。交易量会减少，可是房价会上涨。交易量会减少，房价会上涨。我们刚刚的这个分析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嘛，对不对？啊，学者呢，哦的研究就发现，奢侈税实施期间，哦，事实上并没有显著抑制房价的效果。不过呢，交易量呢确实有显著的萎缩。哦，有些这个从事房地产，哦，房价研究的学者，哎，就真的看到这个事情。啊，这个东西呢，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理论的预测？哦。课税以后呢，交易税课下去以后呢，价格上涨，可是交易量萎缩。他们确实看到这个事情。哦，有一篇这个研究哦，就有在讲哦，为什么奢侈税无法达到以量制价效果？确实很多人就看到这个奢侈税课的期间呢，哦，其实是价格上涨，交易量就是没有办法，没有有效抑制房价，然后没有有效抑制房价，那交易量呢，确实是有效的萎缩，我们的分析就跟我们讲这个事情啊，哦，交易量会萎缩，价格呢没有办法真的有效的打房，然后没有办法真的有效的打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把这些卖房子炒家把他不劳而获所得都拿走，也很难说哦，要看他租税转嫁的程度，搞不好他就转给卖家，转给买家，让买家去承担啊，要看买家是不是真的觉得我非要这个房子不可，如果你非要这个房子不可，表示你的需求价格弹性值非常小，那人家就把大多数的税转给你嘛，啊，如果你是。不买最大，你涨价我就不买，那卖家就只好自行吸收税款哦，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这一讲呢，就大概跟大家讲那个租税哦，那个租税呢，哦，课税这件事情呢，如何影响到市场均衡的结果啊，哦，也让大家去理解到说，哎，租税其实是一种市场政府干预会怎么样影响到这个市场哦，有些时候你本来想说要抑制房价，你本来想说要让这些豪宅炒房的卖家让他收入减少。哦，有些时候不见得能会达到你原来的这个效果，你要仔细去分析这个市场。哦，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个事情。我是中央企管设计委员。